本集由 FunBus Toys 赞助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线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是这个 BOT10 龙神特条龙这一款合体版的 BOT10 跟 BOT09 同步上市。那由于机体的构造跟 BOT09 相同，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开箱这一款。它是由 BOT07 速度型的牛奶雷神，还有 BOT09 威力型的咖啡风神所合体的，对，一种拿铁咖啡的感觉。形态也从原本的脸色型或威力型，改成新的这个全方位型。那我们先来看到它的外盒，首先右上角一样是塔卡托米的字样，这边是瓶盖人的标志，对，那它的名字在这边，这边就是所谓的也不算是异色版。那等一下开箱之后再拿之前的 BOT07 跟大家比较它的差异性在哪里。那它的正上面之前都漏掉齁，会有动画的操作者印在这边，如果大家对动画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 FunMedia 的频道，每周五晚上的6:30会有日语但是中文字幕的官方翻译版本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订阅追踪一下。那现在好像是演到葡萄战狼的部分，这两款主角应该很快就会登场。接着我们看它的背面，这边也有展示合体之后啊，我们可以一次射出两发子弹，想必这也会是这一次瓶盖人的一大重点。那我们就先来拆开它看看。题外话哦，我最近啊发现我的瓶盖好像有点不够，也想再多买一个动能水龙或者是葡萄战狼，不过当我走进去百货公司，发现瓶盖人是完全缺货，就是卖太好的状态，既开心又难过。瓶盖人发展的好像不错，不过缺货我买不到啊。这边三个是之前牛奶雷神，另外这三个则是这一次咖啡风神的，总共六个零件包组合在一起，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龙神特条龙。那我来比较一下它的差异，贴纸的光泽上面，我们原有的贴纸是单纯做这种铝箔贴纸，合体的版本是这一个，还有这个碎钻，相当的漂亮且华丽。如果你之前就有买牛奶雷神，你可以直接购入咖啡风神就好。牛奶雷神这边一样是附三个脸色型的瓶盖，咖啡风神这边则是附一个新的金属威力型瓶盖。感觉蛮有看头的哦。那么在进行组装前，这边也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进度报告。如果在发了我之前瓶盖人影片，我有预告我在研究一个新的瓶盖人玩法，那这会是一个多人且创新的全新玩法，叫做瓶盖人棒球。那我也约了一些其他创作者来进行拍摄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那么接着我们就来进入组装的细节吧。咖啡风神威力型两爪的构造一样是滚轮，不过多了跟牛奶雷神联动的构造，手臂方面也属于容易按压的威力型大臂，龙头的外形真的是帅到不要不要。扳机的长度为了联动也是一般扳机的两倍，额上的独角也方便我们初步的瞄准，足部的部分也是目前最大的，并且在后方附有两枚合金爪，让整体更加稳固。
龙神特条龙，全方位型，可体后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次射出两枚子弹，也能借由扳机的控制分开射出一枚子弹。合体后，爪子弹以前面的牛奶雷神作为输出。不过，想要借由按压来增加发射力道的话，对小朋友还是有一定难度的。这时候就能看出后面逐步衍生的功用，方便我们做射击的时候掌握。合体后的龙头也能作为初步的瞄准，对空射击的时候能做出像射击游戏中科里人枪款的一高一低两连发，增加我们对空标靶的命中几率。弹夹的延伸让我们填装的子弹量最高来到9发。9发，整体的外形呢，呈现一个龙的姿态，非常的帅气，也增加了不少的可玩性。好，接着我们一样来测一下它的时速是多少。首先是没有按压的状态，15.98，17.44，16.25，哦，16.74，对，15、16上下，也有到17的。接下来试的是有按压的状态。按压的过程中，它有时候旁边的机关呢、会松掉。20.89，20.94，差不多也有到23点多的啦。哦哟，23.52就出现了。这边我们一样先做个威力测试，看我们的咖啡风神可不可以一击就把标靶击到对面的终点线。哦。是可以的，一击就可以击到对面的终点线。接着我们先，接着我们来试一下合体部的龙神特雕龙。哦，非常漂亮，一击就打出去了。如果两个都是速度平盖的话呢？一样可以哦。虽然它威力没有到金属平盖好，不过它两颗这样连续打击还是可以推到后面的。对，今天这次只有一个人，所以我们就来玩玩一个人的游玩方式。首先是精准狙击，我要把蓝色或者是红色，看你要定哪一个，把它的目标全部都击倒。啊，怎么打到红色？决定了，我要打红色。不是吧？天哪，我瞄准能力这么差吗？我要打红色就跑去蓝色，要打蓝色就跑去红色。有有，地道先最后一颗。好啦，我都有碰到它，可是这个距离对偏颜色型的会有点不是那么恰当，威力不够。没关系，我们接下来玩别的模式。接下来玩的这个模式叫全面击倒，上面的标靶尽可能把它全部打完。啊，没有中。有有，一发一个一个。哎呦，抓到感觉了，而且我还把他们两个集中在一起，这样有机会一次集中两个。哎，一个没有打。好，里面的全部弄完了，拿用六颗。对，那我们看一下上面的，上面我不知道这样的角度有多高哎，来先第一发测试看看。我有点太高了，再平一点。太平了。啊！哦，差不多抓到感觉了。好，来第二 round， 再9颗。喂，中了，好有成就感啊！喂，好，大概抓到那个角度的距离的。接下来就是一些枪支的偏差值。可恶！喂，有了，中了中了，剩下两个，看能不能这一 round 把它击完。差一点，剩最后一颗，快！还有，我还好多颗。如果我们打中机关拿正倒，这样算不算啊？最后两颗一起射出去，很可惜的没有把它击落。再来挑战看最后的潜存数量。有了，再高点。啊，怎么办？我好像都有点偏右，你知道吗？有，这两个是在。哦，有两颗中的几率比较高，啊，龙头喷掉，最后的9发中子弹，不行，我再把那个打下来。这样其实打起来很有成就感。啊，可惜抓下面经过，哎，啊，中了中了。
终于中了。连续射两发弹到射炮会变成说有点一高一低的感觉，大幅的增加你的命中率。对，你只要角度够，它会变成是一高一低的去射击。平面的话就一颗一颗射，如果是高架的话就一次射两颗，会大幅的增加我们的命中率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大概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，或者是帮我分享出去。也期待之后的瓶盖人棒球影片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